但是今天又呈现新的风貌。我首先要用十个字啊，来形容我的祝贺的这个心意，就是松山展风华，花甲又逢春。国际来台的观光客有大幅的增长，从1997年的300多万，到1998年的439万，到1999年增加到556万，这是大幅的增长。这一年半来，大家的努力，整个大环境的改善，我们客货运的成长率都高居亚太地区第一名。那么桃园的第一航厦已经数十年了，风华渐老啊，那经过大幅的更新，应该在今年国庆前，这个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我希望桃园的第一航厦也能够在令人惊艳登场啊。那么现在松山机场很好，原来集中在一个航厦里头，现在把国内线转到第二航厦，那么第一航厦将来完全来达成这个包括东亚的黄金航圈的以及陆客往来的重要的一个航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划非常之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松山机场以新的面貌来服务旅客，希望在国家观光的风潮，旅客的这个印象都逐步的上升的时候，国民旅游实际上也非常大的蓬勃发展。像去年一年，据估计有1.2亿人次在国民旅游非常蓬勃，那么消费的金额从1800亿上升到2400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们希望所有航运界的这个先进呢，大家同心协力，帮助我们整个国家的旅游的这个环境，大家来日益求精，力求精进。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看到硬体已经大有进展，希望在软体的服务上，包括态度，包括所有的物品都能够价廉物美，力求公道，让旅客能够尽欢颜了，这是我们服务业的最重要的这个目标。在这里谢谢大家的辛劳，包括毛部长、市长、局长，还有杨主任，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航运界的所有的朋友，我都要特别表达诚挚的感谢跟祝贺。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成功，航运大展，谢谢。